快了，我把歌唱完了耶。那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们聊天了。你的歌有这么少吗？因为我刚刚很哽咽。哎，不要呛好不好？好歹我们也是有血有肉，有血有肉，就有肉。有没有看到？你讲错，那是有他们。看一下。干嘛？我要接你啊！带你去健身房。健身房在哪里？也不要讲什么，就一年 一度的偷血趴，去酝酿一下。还是你们没有忘记我们的？我们外面有卖我们的过期商品，请问有张专辑？那个 CD 有听到不要换掉，可以换。有种今天就承诺，对不对？明年给他们。新专辑，这不是专辑了啊！专辑的话，Lady， 你不是要那个吗？啊，承诺一下吗？每年都是我在承诺啊。我是吗？我有承诺。你在养啊？你承诺是吧？我每次都承诺说要巡回，可是都没办成。我们巡回真的是巡回，因为只有一场。好像都是跟你在巡回。哈哈哈哈哈。跟你的巡，不是巡礼。对了，刚刚那个你也是巡蛮多的啦。对。我巡到不会头晕的，不会晕车。他们两个有答应说明年会写五首歌了。的事情，不算啊！如果他没有写出来，没有，我们就用一个牌子，没有，拒绝信。我是架杠的台湾人，好不好？